你就是范闲，你是谁家子弟？我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好了，跟刚雇着玩，来。陛下，我在外边等着呢。跪下。陛下。 我要跪吗？你想跪吗？心里是不想。用错饭馆子吗？老奴我从您第一句开口说话，我这冷汗呐，就滋滋的没停过。我闭上了下巴。这么巧，我倒上也涂了药。不瞒你说，我从小被毒打。啊！是甄子丹。 我跟你说，让你选一并没有说那里边有解药啊。你想做怎样的？我想为我自己好好活一次。门口那块碑上写着：“人该生来平等，并无贵贱之人。”天理何存啊！你这样的。 竟然能杀死，成句数，我不太信。胡子都没有，胳膊也细了些。娘娘，当街交的人，许多人抢。我去，暴力狂啊！下回咱俩换吧，见试试。你这么聪明。 我越发觉得你有趣了。这里是皇家别院，若真让人抓了，怕是要定个死罪。所以你这么狠，我是看你见不得，放下吧。要是能早点成亲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每天在一起。好，我换辆马车。 大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就别蹲着看石头了。大人，在动，什么在动啊？石头怎么了？行刺，行刺谁啊？当然是行刺陛下呀。那咱们要不要高声示警？你站那儿挺舒服啊。陛下，你不知道，那段记忆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刻在。 看过的每一个字，读过的每一本书，都记得丝毫不差，历历在目。